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难。你想吃什么？我不知道。 你想吃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想吃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想吃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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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明天上什么课？我还不知道。你明天上什么课？我还不知道。 你明天上什么课？我还不知道。你明天上什么课？我还不知道。你明天上什么课？我还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看哪本书。我不知道他看哪本书。我不知道他看哪本书。 我不知道他看哪本书。我不知道他看哪本书。哪本书？你知不知道怎么做巧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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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小时候我知道很少，现在我知道很多了。小时候。 我知道很小，现在我知道很多了。小时候我知道很少，现在我知道很多了。小时候我知道很少，现在我知道很多了。小时候我知道很少，现在我知道很多了。 我很喜欢他，但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完课，我觉得是11点。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网课，我觉得是11点。我不想知道他多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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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上大学。我现在上大学。 我现在上大学。他是一个大学老师，32岁。 32岁。他是一个大学老师，32岁。上大学的学生叫大学生。
我小的时候上小学，现在上大学。我小的时候上小学，现在上大学。我小的时候上小学，现在上大学。我小的时候上大小学，现在上大学。我小的时候上小学，现在上大学。我小的时候上小学，现在上大学。一个小学生怎么知道那么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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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上大学的时候，喜欢看很多电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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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上的小学没有书，一本都没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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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完以后你去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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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完大学以后，他去美国工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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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工作。上完大学以后，他去美国工作。上完大学以后，他去美国工作。吃完饭以后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吗？吃完饭以后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呢？吃完饭以后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吗？吃完饭以后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呢？吃完饭以后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吗？吃完饭以后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呢？看到他以后，我现在觉得他没那么好。看到他以后，我现在觉得他没有那么好。看到他以后，我现在觉得他没那么好。看到他以后，我现在觉得他没那么多好。看到他以后，我现在觉得他没那么好。看到他以后，我现在觉得他没那么好。那么好。It's hard to say. 去北京以后，你会去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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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北京以后你会去哪儿？去北京以后你会去哪儿？学好中文以后你想学什么语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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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们是大学生，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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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的电影我们没看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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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